把狗关一个不住人的屋里。下面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屋就是我家不住人的屋。这个屋吧，平时我自己都很少进，因为它里边全是积木。哎呀妈，我那叔的渣来哪去了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赶紧给我离这门远点！你有病啊！之前这屋吧，天天锁着，今天不光锁开了，钥匙都折里了，锁眼都堵死了。刚洗完的衣服都给我扯下来了。哎，这榻榻米好像够呛能修了，窗帘子也给你扯下来了，这一屋给你造的。下去！不要脸的，又回来干啥了？你等一会儿的，回去，你给我上去，像个煤气罐子似的。